下午1点半到这儿，热死了。我开始悠着水了啊！准备做点中饭吃。哎，热不热？不热，很好。这我操，今天假装我在做菜。好，看我们的小，怎么样？凉快吧？来看一下我们的酒，西瓜，上面多有青椒啊！冰镇西瓜。 This is Keeper Lake. Not a fish jump out. Thank you.
坐一会儿，待会儿我就下去到那边，下面一个叫 Gilbert Lake， 到那地方去钓鱼。他们其他人在继续往前走，我是有点高反，就往下去。 我怕你 pass out， 我怕你。所以我一直在喝这个，我就靠着。